欢迎收看频道，我们今天玩一玩 DOS 啦啊，一款呢超多人玩的一款恐怖游戏啦。哎，不过呢，今天我们玩的是又搞笑呀又笨的一个村。等下，等等，刚刚是不是闪了一下子啊？啊，刚刚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刚刚这样也会闪一闪的，应该是个 bug 吧？啊，果然是只有粪便会出现的东西啊！啊，没有错啦，这一集呢就是 DOS Bug Space 啦，第三集啊，没有错啦。这款游戏之前玩过第一集和第二集啊，都是一个蛮搞笑的、恶搞的和蛮粪的一款游戏啦，还蛮不错、啊。这一集呢是第三集啊，然后他们这三集呢都是不一样的作者啊。OK，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一集呢有什么有趣的或者恶搞之类的呢？OK，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了吧 ，Let's go。OK， 那么游戏开始了，那么这款游戏一开始就在我被关在不哪里呀、啊？然后这里呢本来是有门口和窗口之类的吧，它都没有做出来嘞。哎，看起来越来越笨哦，这款游戏。OK， 那么的话，这里呢应该是电梯吧？然后这里有一个门口，还是这里是电梯呢？开门一下哦。哦，这里是看起来应该不是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就进来这里。然后就应该是电梯吧，电梯里面应该有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音乐吧，我就来听一听吧。看起来音乐是，诶，哎，等一下怎么一直跳啊？哎，要出去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太简陋了吧！你自己的这个音乐都没有，电梯都没有做出来，还有模组，哎，这太突然了吧？哎，这果然是粪便嘛！OK， 那么一开始呢，我也是一样啦，在这个一开始登记的地方啊，这有机会可以按叮叮叮的，有吗？有叮叮叮吗？没有声音哎。然后这里应该钥匙应该是在这里吧？哎，没有钥匙吗？哎，哦，这有一个号码哎，代码是84295 7，你可能需要它。哎，这个该不会是在等下那个图书馆里面那个密码吧？我们先记起来先吧。如果这个真的是图书馆的密码的话，我就觉得这款游戏有点神作啊，没有错，是个神作，直接给我密码，直接通关哎，太棒了啊！我们就开始吧，游戏来，我就开始来第一关。这关应该是一开始就蛮普通的，没有什么边。这个闹钟可以按吗？不行，我们就继续吧。这款游戏好像没有什么音乐哎，好像开门声都没有哦，有眼睛了。刚刚是闪灯吗？啊耶！闪灯！哎，刚刚那个什么东西啊，晒闪灯呢？你看，它这个闪都没有什么闪到，看它出来了，开门！哎，可以直接进吗？直接进又没有事情哎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看又闪了！哎，这灯的闪不太明显啦！哎 ，OK 吧，我就下一关吧。OK， 然后这里就，麻雀，什么是麻雀啊？我们不要乱乱动嘛，等下又中 bug 了，或者是一些恶搞东西啊。我这里就后面有东西吗？没东西，这个是灯吗 ？OK， 这有一个厨，该不会有 Jack 吗 ？Hello， 没有吗 ？OK， 没有的话我就下一关了。哎，刚刚那个怪物跑出来的时候都没有，他都没有那个声音啊，那个声音跑出来吓人的效果啊，些什么都没有嘞。果然是粪便吗？哦。该不会？我加速了哦，这是个新啊 ！Hello， 你好，哎，怎么，你怎么那么像 Minecraft 啊？你先开门啊！哎，等一下哦，那么快的吗？通关了吗 ？OK， 这里看来要跌倒了吗？哎 ，Hello， 看一下还有跌倒没有呢？哎 ，Hello， 哈哈哈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做，你跌倒或者有些特别的效果做出来呀、啊？喂，这什么东西没有哎？这也太笨了吧！越来越笨了，这款游戏。哎呦 ，OK 吧，我就下一关。这个该不会是作者吧？哎 ，OK， 我们就看一下还有更加笨的。哎，皮革？哎，看一下我又走去后面了嘞。哦，这个有新鲜感哦，这个有特别点的这个东西。它后面做什么呢？开门看一下。哦，这里就是图书馆了。我太快了吧！OK， 他刚看到在上面呢，我们上去看一下他。哦，月儿来了。哦，这是 Minecraft 的角色吗？要不要动？哎 ，Hello， OK， 他不要追我吗？我在你后面而已嘞。是不要吗？你不要我吗？哦，不要我的话我就走了。OK， 我就看一下刚刚那个密码是真的没有了。84295 7 勾勾。哎，真的，哈哈哈哈。真的是密码嘞！刚刚那个 ，Oh my god， 果然是个神作啊！直接给我密码啊，直接通关，轻轻松松啊，神作啊！
我刚刚发现到哎，手上有个打火机哎，跟免费的打火机哎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作用吧？你看这个地方都这么亮，所以不需要吧？我就下一关吧，下一关 ，OK， 下一关就下一关。哦，这有一点不一样喽，是吗？好像也是一样 ，OK， 开门，下一关哦，它这个地图好像，不一样嘞 ，OK， 有转弯呢，这里好像有点 ，OK， 这也变狭窄了。然后这里是一个检查点，因为我很幸运，不需要做什么检查点啦。哎呀，我这个那么我是 pro gamer， 直接一次够通关的，没有失败过的啊。OK， 我们就下一关吧，下一关就出口这个。Hello， 等一下，他转弯了，看他转去这里吗？这有个墙壁吗？哦，还有哦，有个墙壁，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他怎么他都没有动到我就死掉了 ？What the heck？OK，、okay, 我们这里就他叫我们来这里吗 ？OK， 这里哦加速了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他。Hello， 哇，他会闪呢，你们看到吗？我们再看多一次，我就死掉先，我再看多一次。刚刚的这个戏呢，他会闪呢，你看看看，我们看多一次啊，来看他这里，你看啊，会闪的。我闪，这个不错啊，这里我再看他闪，Hello， 再闪，没有闪吗？不用闪，等一下这里啊，刚刚那有个陷阱OK， 我们就不用闹了，我们就真的认真的通关吧。可是我想看后面那个出口嘞，可以吗？不行啊，不行吗？他不拆的，他强制会把我弹出去嘞。我想看后面那个出口，我等他起来先，我去后面，我就。OK， 我们就站后一点，再站后一点，后一点 OK， 可以了，快冲进去，不行啊，这个出口是不能出的，他强制把我们弹出去了，OK 吧，我们就认真吧，就通关，来，跑过去 ，speed run， 来，我还是想看他这里会不会掉下去呢，跳过去，来看一下，来。我来喽！你会跳过来吗？等一下，掉下去了。OK， 这个模组做到有点，蛮烂的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它是一个fun game吧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这就，这里好像没有其他角色的吗？然后这里就是游戏还在开发中哦。OK， 还在开发中。等一下，结束了，还是说结束了吗？按进去。真的是结束了，OK， 还蛮简单的。OK 吧，这款游戏呢，我觉得呢，超分的没有错，就是个分 game 啦，蛮没有东西看了，觉得蛮普通的，就是又没有声音的效果追你的时候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觉得蛮普通的。只是最后那个戏追你的时候还会闪一下，那里就比较不一样点啦，就是蛮普通的啦，就是个分 game 啦。OK， 那么的话，说不定呢，它的游戏还没有更新完呢，还要在开发中啊，所以呢，说不定开发之后呢，就有更有趣的东西啦。OK， 那么我就期待一下吧。OK， 那么影片到此结束吧。不喜欢的话就点个 like 订阅频道哦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。